Yeah,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Yeah. Send it to my phone, send it to my phone. You already know, I keep it on the low. Maybe you can trust me, promise I'm alone. I won't tell a soul. Send it to my phone, send it to my phone, send it to my phone. You already know, I keep it on the low. Maybe you can trust me, promise I'm alone.接下来就要讲他的人生黑暗面，或者说最黑暗的那一面了。这是什么呢？这又是一场对付工人罢工的一个事件，那就是1913年的拉德洛大屠杀。那件事情还要吓人。
它发生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科罗拉多州，美国科罗拉多州当年那样暗无天日的环境，弯腰工作，顶着耐心的片钢铁工人一样，就在矿坑附近搭帐篷聚集起来，在里面示威抗议。而又跟卡耐基一样，这个洛克菲勒他这个企业呢，就找了一些私人雇佣兵，就是刚才我说的那种 strike。他来的时候，工人们很欢迎，以为呢他们理所当然要帮自己，因为他们要求洛克菲勒的集团只是向他给一些合理的工作条件、合理的工资，最重要的是遵守你自己州定下的安全规范嘛，对不对？但是没想到，这些国民警卫军居然是来对付罢工的。那么他们首先呢，就从外地送来一车一车的劳工，终于全美国各地都掀起了示威抗议，尤其是刚才我说的那些工会，他们陆陆续续到全美国各地的洛克菲勒集团底下的办公室或者办公大楼门口去示威抗议，于是才有了后来的紧急公关处理。那么洛克菲勒呢，他的家族被迫呢要想办法安抚这些罢工工人，替人家料理后事，后面呢也给一些。
发现我这个节目啊，做到今天，原来我根本没做好。怎么讲名字 ？SIAM。那么你跟我说最近华为和网易发生的事情，让你很难受。你想问我能不能够谈一谈公司和员工的关系，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到我们现阶段时 ，Andrew Carnegie 是美国19世纪中叶最有名的富商之一。那么他是1835年出生，1919年去世。那么这个人呢，我们今天记得他，多半是因为他非常非常有钱。如果用2014年，当年有人这么统计过，有一个自学的机会，在那个远远还没有互联网的年代，什么东西会好得过图书馆呢？所以他喜欢新建图书馆。除此之外，他也捐赠很多高等教育机构，比如说他创办了卡内基大学，也就是会有这种情况。那么卡内基就跟这些半黑半白的这些工会领袖的勾结起来，搞垮他的竞争同行压迫工人阶级。他当然不会这么讲，因为这个州长之所以上台呢，也是要透过卡内基的支持才行。说到多么的遗憾，说的可惜，说到他纵死呢。Thank you.
Thank you.
밤새도록 그 집만 쳐다보는 거.